去找节奏、找机会，但是 RG 这边提前感觉到了，可以通过他的占领方位，感觉到对面的位置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来看看。对，这一手兰陵王就哎，这个位置看到里面有人吗？用被动探了一下，直接顶回去，这个位置在塔下被打到了一个残血。而这时候凯开了大招，关羽跟过来这一波 ，Q 加比瞬间五人集结，关羽直接两个连顶，王昭君一个都并没有动到人，马可波机长大招直接秒掉了两个，凯被复活拉起来之后还是死，又是飞鸟，今天这一波他打断了凯的入侵节奏，还差一梭子，早死了。 超留人，大招，那凯特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对，这个位置没有什么蓝，关键是 ，Are you ready？ 一技能做一下，先被杀掉苏烈，大招压进来，被动住星辰这个位置转大招，接闪现先杀一个，回头二技能闪出去，那这个位置被黑鹰我直接一口咬死，站起来还要输出，直接被打一下。 秒了，被赵云秒掉了。聂龙今天大招特别准，又一枪，记忆触手可及，蓝天颜面不绝。区区离差一点点，盾山反被一个 core 被点死，剩一个牛魔和复活的 Knight 老夫子两个人，顶上去之后还能把牛魔拍大招，但是守约在后面疯狂点射。貂蝉有大。 貂蝉的位置应该，貂蝉这个时间点是无敌的，进化开打的，因为这三个人加起来打不回貂蝉，又一狙带走，中路墙上上路有兵线，牛魔回不去被动眼，又中了，没视野的呀，太准了，盲狙，又是一枪，哇，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刘邦转身，这位置你不好走。赵云叫过大招了，刘邦要不要考虑放大？但是有关羽在，记忆触手可及，蓝天颜面不绝。云中君支援过来了，白云原地给大反打，又要飞得够快，转身还要杀一个大招落地。云中君还走了，还要秒杀。这一位，左手被动，再过墙，流血，你敢动吗？你敢动吗？不敢动 ，double kill。 正常的肉盾一说血就要多，苏烈蓄力。被包了。这个位置他们随便越塔，因为肉太。听天是对面的坏日。这个位置进场直接被咬到，但是咬到的不是初晨，狂铁又要狂铁，狂铁这边好开心，转身位置A4个，上面飞起来四个人直接奔他，侧面蓝莲王进场直接上秒一个，但这边秒不掉大脑，回头直接秒反杀你。五个人开启回月，没有死，剩一个哈姆斯，三杀露娜三杀。